노래에 울어. 슬로우 짐 아니면 댄스 넌 그냥 내 몸을 맡기면 돼. 에이 晚上好 원하게 하는 짝이면 돼. 오늘 밤 우린 타 롤러코스터 안전벨트는 없어 난 그냥 내 옆자리면 돼. 멈추지 마 baby don't keep my vibe. 这段时间要么就八点，要么就八点半哦，就这个时间段。对，就这个时间段。晚上好，晚上好。要么就晚上好，晚上好啊、真的，要么就八点，要么就八点半，八点半这个时间段。哎，就是健身操还有人保持做吗？就好多人就因为我没有直播的时候做，好多人都偷懒了。晚上好。你猜了一晚上的话，还挺好。Hello, 晚上好。姗姗来迟，你刚来就晚安。Hello, 晚上好。加了一下午班，还在继续。你还没下班吗？七幺七。Hello。哎，这社畜的悲哀。你本来今天请假，那你现在像这样子了，还算什么请假呀？海外来的。白请，那讲道理啊，这正常不算请假吧？这个都已经那个出勤了。哎，我跟你们讲啊，我的阿虾 APP 啊，哦，刚好是国际版的。然后今天上阿虾那边看新闻，顺手进了你爸的微博，好像他最近营业真的好积极。然后看到今天他发的了，我感觉我被秀了一脸。然后好多小姐妹给我发消息了，说你爸今天又在秀了。对，我的 APP 刚好是国际版的，看到了，就被秀到一脸无语。哎，真的是。不是我跟你讲，也不是我以后再也不说你们了，我也再也不说你们了。为什么他是真的硬，知道吗？这种糖真的硬的要死。你这要是大家没有这么留意的话，那就是白秀了，到时候又说你们不给面子。对，巧合，哎，都是巧合。你看他的哪一次巧合不是故意的？对呀，我跟你们讲，
就是如果说是没有人留意啊，没有人留意的话，我感觉，他又会跟你妈抱怨说你们不给面子，每次都是这样。啊，对呀，我也觉得谁要好离谱哦，谁会特地用那个国际版的时候还要去翻译是吧？哦，这谁能发现呢？我就没这种习惯，就过去我每次都是这样子，我过去的时候给点个赞。我每次上阿虾，我过去就给你爸那里，要是他发微博我就点个赞，不发就拉倒。他发的时候我就点个赞，那谁知道第一个谁发现的？我反正我是看到我是如果说是我的话，我正常我都是这样子逛，我一进去我看一下我的特别关注更新了没有，没更新我就退出去，我就去看新闻。但如果说是他更新了，我就进去点个赞，然后再看一下评论，给我们家的姐妹点个赞。就没了。我反正我是这么用阿虾的 APP 的，我很少说是什么都逛乱逛的。对啊，我也很奇怪啊，这谁第一个发现的啊？我都怀疑是他小号。就是讲真的哈，我觉得正常人来逛微博都不会这个样子的哦。他不提醒的话，谁知道啊？小林悠悠51129晚上好。我跟你们讲哦，小林悠悠你别看他不说话哦，小林悠悠你别看他不说话，他陪了我很久了，真的。我第一次直播他就来，我第一次直播他就站。我那时候直播里面除了给除了我们房管气氛组路人进来的就是小林悠悠。晚上好，真的。我小林悠悠是我第一次直播他就在的，那个时候人少得可怜。就我们气氛组的几个房管，我们的房管来做气氛组，那个时候有小林悠悠，还有另一个，就是我封面的那个大大，封面的那个大大也来捧场的，我封面的那个大大，那个产出太太也来捧场，那时候人少的可怜。小橘子皮1640，我是不记得你有多久，但是我知道你是老观众。晚上好，晚上好。哎，对，诗情画意也是很久很久的。对，诗情画意那个时候跟小林悠悠真的是那可好可怜的那几个观众里面的其中一个。对 ，Vicky 也是。哎，晚上好，晚上好。还有 Vicky， 还有一个一串字母，就是阿巴拉。他改名字了，那一串字母他改名字了。对，晚上好，晚上好。不是记性不错，是那个时候就那几个人，知道吗？你以前是一串数字是吧？真的，我就记得有几个是一串字母的。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对，阿巴拉岛。对，很早了。哎，晚上好，晚上好。哎，我去看一下那个，我去看一下 APP。我昨天晚上，我记得昨天晚上我们是6556，以前也是一串字母。你就是那几可怜的那几个是吧？哎，晚上好，晚上好，大家好，晚上好。对，就是第一次我直播，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他们就在。6556的快本。来吧、来吧，是这样。不是这个。等一下啊，我重新看一下。你的故事像雨滴渗入我的。晚上好，晚上好。刚开始吗？对，也才刚开始。哎，咱们盘之前呢、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好多姐妹给我有给我私信发的啊。晚上好，好多姐妹有跟我私信发的，就是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就是那个什么，就好多姐妹有跟我发说那个ins。说那个ins被认证了，被认证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之类的？其实我跟你们讲啊，就是那个
就因此它是国外平台的，知道吧？就是张哲瀚他这个拼音啊，他只是个 ID， 明白吗？他只是个 ID 而已，他可以用别人的身份信息去认证，也可以用企业的信息去认证的，并非要本人，知道吧？并非要本人去认证的，印子就是这么操蛋的，知道吧？然后他认证完了以后，他有那个蓝勾啊，就是印子上面的那个蓝勾。其实那个蓝勾，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保护。什么叫保护呢？就是如果说是本人呐、啊，就是本人，他本人去实名举报的话，他是蓝 V 的话，都要处理很久。就是，有就是你的林妹妹什么鬼？因此它有认证机制，但是吧，并不是说，比如说你的 ID 它是一串字母，就是张哲瀚的三个字的一个字母，三个他的那个拼音字母，它只是一个 ID， 它并非说是你本人。如果说是你用的是别人的身份信息去认证这个账号的话，它是可以认证的，明白吗？它是可以认证的，很隐晦是吧？哎，对，它是可以认证的。还有一个，如果说是用企业的信息，它是用企业的信息的话，它也是可以认证的。它你知道就是，ins 上面啊，它 ins 上面的那个，它有带了一个蓝勾了以后，就是哪怕是本人呢、啊，哪怕是本人，然后它这个 IP 它占了以后啊，它占了以后，哪怕是本人去实名举报，知道吧？哪怕是他本人去实名举报的话，也有点难度，明白吧？就是你们想象一下，你觉得还可能是你妈去搞这些东西吗？绝对不可能的，是不是？但现在就算哲瀚实名举报他，也有点难度，就是很慢，知道吧？他那个实名举报他这个账号也很慢，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因为国外他 ins 他是国外的软件，他是没有这个义务配合你中国的司法来调查这些东西的。还有一个是最最恶心的一个东西，就是国外的 APP， 不管是 YouTube 啊、Facebook 啊，或者是 Ins 啊，这些都比较仇中，知道吧？晚上好，他都比较仇中，就是比较排斥中国，比较仇中啊，仇恨的仇，中国的中，仇中啊，知道吧？都会比较仇中，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想在 ins 或者是说是 facebook 啊，或者是 youtube 那些维权，你只要是中国的户籍类型的时候，都蛮难的。对，所以这个号他怎么样你们都不要给关注就可以了。其实只要哲瀚回来以后，一切都迎刃而解，就没无所谓的，知道吧？就无所谓。对，不用给关注就可以了。还有最近这些，就是不是某一些人老是跳出来了嘛？哦，开始多久？没有，才十多分钟。对，还有某一些人呐、啊，某一些人他突然间跳出来了以后，话做一些跳梁小丑啊什么的，跳梁小丑什么的。嗯，其实我是有时候我是真的觉得，他们的逻辑其实真的不是很好，你知道吗？就是这些人做什么事情，他就是一套，然后有变故了以后，也硬着头皮演，知道吗？就是他们这帮人呐、啊，就是他们这个团队的人，就是本来他就是一出大戏，知道吧？他本来就是一出大戏，但是明明已经有变故了，明明已经有变故了。他原本的时候，他想象的时候，就是你们上当了。海泽这边上当了之类的，他是按照这个剧本来演的，但是明明真正的海泽没上当，橘子皮也没上当，他们也硬着头皮演。就本来吧，都已经当他们是小丑了，但是就是他们越爆那些人，就是该演的人了、啊，该出场的时候，会越出场，就越努力就越不幸。懂吗？就是越努力就越不幸，就是本来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家有一些刑侦，或者是有一些人是已经疑惑的事情，反而是这些人出来以后锤了别人的一些认证，知道吗？我觉得真的好蠢啊。还有啊，最近他不是老是想把节奏往那个游戏主播那边带嘛，
他老是想往那个游戏主播那边带，有时候我就觉得你虽然说游戏主播他不是个好东西吧，但你说他是主谋吧也不至于，你是吧，又不是我们又不是蠢，我们又不是猪是吧，我们又不是猪，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游戏主播有参与，游戏主播也是一个人品不太行的人，也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恶心的人，但是他顶多也就是个虾兵蟹将，知道吧，他顶多也就是个虾兵蟹将，你说他是主谋也不至于。我知道现在好多好多以前冤枉泽汉的一些图或是什么类型的时候，好多人都有在现场，他不给澄清，那顶多就是他这个人品问题，或者是他有参与这件事情的，他提供一些东西，那你说他是主谋嘛，不至于。但是现在 好多风向老是引导到他那边去啊，我就觉得他到底看不起谁哦，有时候就真的觉得好奇怪，这些人懂吗，就很奇怪，这些人就他到底是看不起谁的脑子哦，是吧，对啊，就他就是个群演，然后现在莫名其妙就被顶到了主演这块，就好像别以为别人信你一样，就知道吧，就好奇怪，这好奇怪，而且就已经不怎么给面子，这不给流量这个类型的，你还要硬着头皮演，你看到没有，还硬着头皮演。还有一个很无语的一个事情，就是线下不是挺顺利的嘛，哦，线下不是挺顺利嘛，我是发现某游戏主播还是啊还挺墙头草啊，还挺墙头草，就当初觉得你妈那边情况不太好了以后，哇，这个锅甩的一干二净，说他名字都烫嘴是吧，哦，说他名字都烫嘴，然后发现你妈的事情好像还挺顺利的啊，又赶紧出来那个是吧，又赶紧出来那个解释那个了，我就觉得啊，这谁都不傻是吧，谁都不傻，是不是谁都不傻，所以这些事情我知道有时候也是属于你们被迫接受类型的，但是看看就行了啊，看看就行了，你好歹还有一个事情，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笑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知道大家都把我当树洞啊，就是，但是吧，我实话跟你们讲，就我阿虾的账号虽然说很老号啊，我跟你们讲啊，我阿虾我有两个账号。阿虾有两个账号，有一个的话是现在用的这个很老了，十二年了那个，我还有一个账号是十年的，那个账号原本的时候我的那个阿虾号，我那个十二年的号是不怎么登的，以前逛街呀、啊、就浪的时候，其实十年的号对我来说是可能已经是一个很，对别人来说肯定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老的号子了、啊、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只是我的小号而已，我以前我就是用小号去冲浪的，就是去的超话哦，去的超话。然后后面不是开始学什么洗广场嘛，妈把我号给洗烂了，知道吧？就我那个小号啊，原本的时候他的那个阳光信用好像有七百四十多，就是你妈还没出事儿的时候，那个时候超话还在的时候，就是我不是去那时候什么都不懂。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懂的，然后我也不关注那些首页，就是去超话，他们说要帮忙洗广场嘛，哦，去帮忙洗广场，然后我把我号给洗烂了，就洗那个我的阳光信用到现在还停留在600，那个小的，后面我就不上它了，知道吗？我就不上它了。有喂，我那个号那个时候是现在600了，真的很恐怖。关键是以前在那个超话，就是不是上你们六那个光明顶之战嘛？光明顶之战，他妈我也去参加了呀，我也去洗广场了呀，被进出的，我这个号就已经烂掉了，后面我就没怎么用它了，我就不上了，知道吧？后面我就不上了，就然后那个然后后面泽汉他们那边出事了以后啊，就是不是啊？现在我就然后那个什么，我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那个时候的那个号
本来还关注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你们所谓的那些有流量的那些粉啊，就是应该算是我们家第一轮呢、啊，我们家第一轮的那一种人，就是有时候就会跟他们来，就觉得挺好玩嘛啊。后面我不是被那个镜下给挂了嘛？不是，我现在我的大号是很好的，就是我以前就是有关注过第一轮的那些所谓的一些大粉什么的。然后那个我后面我不是被镜下挂了嘛，镜下挂了，然后我关注的那几个都挂过哦、后面我就取关了他们嘛，对，那个 KOL 后面我就取关了他们了，以后我那个号本来就烂了，然后我就没怎么上了，我没怎么上，后面我都是现在上的是我现在的这个大号，就740多分的那个大号，一直去逛街，就是去看新闻，所以就是我们家那个首页的那些人呐、啊，首页的那些人换了好多人我都不认识，你知道吗？就是我只记得跟那个镜下他们那几个挂我的那几个，后面现在哎，我跟你讲哦，这个镜下好还是挺难熬的。为什么？因为我以前我留意的第一批啊，第一批 KOL 他们全走完了，知道吗？全走完了，我没想到最后硬就是坚挺到现在的居然是镜下啊，好讽刺哦，真的。就是那些下头怪啊，那些 KOL 啊，那些下头怪啊，然后那些下头怪啊，然后那个不是，真的好无语，你真的扛到最后，那些下头怪，那些 KOL 都走了，他妈的留下的居然是那个镜下，所以我现在对我们现在的那个首页的一个人都不认识，你知道吗？就关键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挺无语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不看产出，你们知道的。我看过的产出我只看过财务小张，我只看过财务小张，然后我都没有怎么去关注的。你看我有关注了一下那个碎碎摇铃，我有去关注了，但是我也不怎么看，就关键是不怎么上去，不怎么看，所以我现在对微博上面的那我们家的一些大橘子我是真的一个都不认识。然后这两天不是阿虾上面又开始抬人嘛，对，后面不是阿虾上面又开始抬人嘛？好，我这两天又被那个私信给淹了，真的，好多人都说他们在上面又撕逼啊，又扯头花，抬来抬去。我说抬什么？他们说有些画手抄袭啊，有些是干嘛的。然后我一想，我说，然后问我怎么看？他们说问我怎么看？我一想，我说我人都不认识，我怎么看呢、啊？我眼睛想看都看不着啊，宝贝们，就是咱是个阿瑞这边的人哦，咱是阿瑞这边的人，咱不跨平台，你们可以跟我吐槽，但是我不会对这些事情评价，知道吧？我不会对这些事情评价，就是我自己都想圈地自萌，人家谁又喜欢被人家指指点点，是吧？谁又喜欢被指指点点的？我怎么看？我眼睛都看不着，明白吗？就是我眼睛我都看不着，为啥？我认识都不认识人家，听都没听过，是吧？那我又不了解，主要是都不认识，然后也不了解这些人，所以不用问我怎么看哦，你可以跟我说，但是我不会评价哎。为什么我自己都在圈地自萌啊？我都不喜欢别人对我指指点点，人家是阿虾平台上面的，是吧？跟我还不是一个平台的，人家是阿虾上面的，人家是阿虾上面的，我是阿瑞这边的，本来平台就不同，关键是他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我评价人家干嘛呀？对啊，我评价人家干嘛？我自己都要圈地自萌。我自己都圈地自萌，就别说了，我自己都不喜欢别人指指点点，我又何必去指指点点别人呗？哎，真的是，所以你不要问我，我也不懂，真的是不是说不熟，是不认识，真的不认识，主要是，对啊，就不认识，还有一个就是平台又不一样，讲真的哈，哪怕是我们蛮多的，我们家蛮多小橘子在，B 站直播，在 B 站直播的。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在 B 站直播跟我意义上认识的只有茶哥，只有茶，就是你茶哥应该知道吧？来我们这边唱歌的茶哥，还有小寨，
对，真正意义上说是有认识的，有认识的就只有他们，但是平时交流都不多，平时交流都不多。不是红茶姐，是阿茶。我们阿茶是个男茶哥，是个男生啊，来我们这里唱歌的茶哥啊。对呀、啊，凭阿虾上面我只认识代代。我说阿虾上面我只认识代代，我评价什么呀？不评价好不好？对呀、啊，就是 B 站上面，哪怕是 B 站上面我们家也有蛮多人。你让我评价 B 站上面的，我都不想评价。为什么？我跟人家就不认识。对啊，我跟人家就不认识，而且讲真的哦，讲真的哈、哦，而且我自己都不太喜欢管闲事儿，我就觉得我们直播间就这样子就挺好啊，我们直播间这样子就挺好，就本来我们这里就是夕阳红养老院的，是吧？他们台就是他们台咯，台是他们的事情，跟咱没关系是吧？哦，跟咱又没关系。咱这里本来就夕阳红养老院，哎，管什么哎，老年人是吧？管年轻人啥事儿？是不咯？咱这里本来就是夕阳红养老院，咱聊聊天、喝喝茶、考考古，不挺好的嘛？管人家嘞，好不哈？好不？就是，以后你们少烦这些，咱们自己圈地自萌就行了，好不好？咱们自己圈地自萌就不评价。你问我有什么看，我只能跟你说我有眼睛，我也不知道怎么看，我又不认识啊，不认识。好嘞，那我们今天我们从开始看了啊，我们从65分56秒。代代科普两性关系，然后被举报挂了，挂了以后他才去了阿虾那边的。本来我们代代是在 B 站跟我们是一块的，没办法，太惨了。我知道6556，我知道。为啥不能科普？我也很想问啊。他光科普两性又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话题，但是好像在我们这里就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请坐。哎呀，这个又是下一段了。我看一下我昨晚看的是哪一个？哎，又不小心又关了。等一下啊、哦，我看一下我昨天晚上看的是哪一个？快本。有放声音。哦，对了，那个开始之前呢，哎，我差点给忘了，就是咱们房管。咱们房管说要我说个事儿，就是他关于他的，不是说关于他的，是他这边要帮个忙，就是我在这边来跟他说一下，就是那个美甲的东西，美甲的啊，等一下啊。等一下啊，你看我换了那个，我换了鼠标垫。就是那天他问，就是他们美甲的时候，他想问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完这个我们就继续盘了。他想问的是，就是那个我那天我用什么了什么擦，我用什么擦？他说那天看到我用一个，其实我觉得你们想省事儿啊，其实我觉得你们想省事儿的话，直接买这种就可以了，这个是清洁剂，直接买清洁片。
那如果说是你觉得清洁片，因为它因为上底胶嘛，上底胶或者是你做延长的时候，它会有浮胶。你不擦浮胶，那浮胶你不擦掉的话，你上那个色胶的时候，它一定会掉的，知道吗？它一定会掉的。然后那个，你看这种是可以用来擦，用来擦那个浮胶的，用来擦浮胶啊，擦干净一点，就是反正也很便宜，一盒有100多片，一盒有100片，你可以用这个，可以买一盒。但是如果说你懒得，你不想买，你懒得用的话，我告诉你个方法，就是用湿纸巾啊，湿纸巾。的消毒酒精，平时用的消毒酒精看到没有，就是抑菌洗手液，真的它是有酒精成分的，这个是消毒的嘛，就是这个消毒的，很便宜的，你看很大瓶，就是你可以用这个，还有那个湿纸巾的话，维达呀这些都可以啊，清风啊这些都可以，对，它效果是一样的。因为为什么你们千万不要用干纸巾，千万不要用干纸巾来沾酒精来擦，它一定会很多毛粘在上面，知道吗？粘很多毛在上面的话，你好，就是他们做美甲好烦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擦浮胶的时候，或者是我上色的时候，好多毛，就不小心那些就是纤维啊，哦，老是沾到一些纤维，然后涂出来了以后的话，就感觉那些怎么都是那些小毛毛的那种。对，它是会这样子，你千万不要用那个干纸巾啊！你用干纸巾沾了那个沾的这个，你沾这个酒精的话，它一定会有浮那些毛起来的。浮毛的时候，你做美甲真的好辛苦。然后你用湿纸巾，然后你怎么用湿纸巾呢？湿纸巾你拿出来，你先放它在外面，你放它在外面。因为你可能擦手或什么用得到，你等到它差不多半干的那种，所以你们经常会看到我美甲的时候，我会有2张湿纸巾在这里，一张是擦台面的一些擦台面美甲留下来的一些粉尘，擦一些粉尘，还有一张就是用来，对，就还有一张是用来擦手啊，或者是擦指甲。擦指甲的，他们你们就会经常看见我涂的时候的话，我涂的时候我就会习惯用那个湿纸巾一擦，往上面擦一下，往上面擦一下，是因为我想把上面的一些纤维一些东西全部都擦干净。但是我并不是直接拿那个湿纸巾上去擦的啊，我是沾了酒精的，我是沾了酒精来擦的，因为它沾了酒精，沾了这种洗手液，这种就是很平常用的这种酒精的啊，你不要用那种浓度很高的那种，不需要的，就是只要用我们平时用的那种很普通的那种就可以了。然后它主要是一个是擦粉尘消毒，还有一个是那个抑菌要的，本来就是消毒嘛，哦，消毒放心一点，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后面你们就是弄完了以后的话，完全可以，对，然后擦笔的时候也可以用来擦笔呀，擦指甲呀，擦一些粉尘都可以用来擦的，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沾那个毛，不会沾那些线，那不然它涂的时候它会有那种小小条的那种毛啊，哦，你就是觉得哎呀，怎么做越做越脏那种感觉，好像啊怎么阿姐做的这么顺啊，怎么感觉好像都不沾东西的，哦，也不是，只是没用对方法而已。我跟你讲我以前也没找到方法，我以前没找到方法的时候，我也是经常擦了以后，后面它沾了好多毛，知道吗？啊，把你给气死，然后要拿那个镊子啊，一点一点的把那些那个小毛毛给抠出来啊，就搞得那个涂上去的时候搞得坑坑洼洼的，真的搞得坑坑洼洼的，这也是交了智商税出来的，好不好？也是交了智商税的。所以就是你不买那种清洁片的话，你就直接用湿纸巾跟那个洗手液，或者是那个消毒的洗手液就可以了，擦浮胶可以用，擦浮胶可以用，清洁甲片的那个甲指甲面也可以用。哦 ，OK 了啊 ，OK 的话，我们就盘。哎，饺子可以了哈，饺子可以了的话，我们那个开始去盘，我们盘物料了。
对啊，就不要那个。对啊，得注意啊，不注意的话，你不会发现你越擦它越脏。OK 了，好好，我们开始盘物料。来吧，好吧。哎呦，我又开错了，是这样。等一下，我又开错了，等一下哈，我在找昨晚上我开的那一个1.84G 的。哦，1.86G 的这里，我看一下，65分56秒。变了个人，那时候可内向了。嗯。然后呢，他有，其实挺紧张的，他那个词儿特别多。嗯。他天天好了。有两段是吧？啊、有两段，好了，来吧。先来第一段，那我先教你一段。教我，老文，老文，我欠你个人情，我欠你个人情，我感觉你要打人。我欠你个人，就是长沙话，它有一点特色，它就是它那种语调。你过来噻，打我噻。你从哪里学的？是别人教我的。别人是不是告诉你这是夸奖别人的词啊？我知道什么意思，我听懂长沙话。老文，老文。我欠你个人情，我欠你个人情，人情就有人情，听起来好像人情，人啊、对，是有一点像。好，来你那边四川话，哎，人情倒是，人情倒是不欠，你欠我一个解释。阿雪，哎，你是要我相信你为了3000银子做到这种地步吗？哎，那个张成林和你到底啥子关系呢？好，下一段来。到底啥子关系？我在岳州。我在岳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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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老渔夫。的老渔夫。老渔夫。老渔夫。的挣了已经了个道。了个道。挣了已经了个道。对，就是最后面那个了的话，我们就是了个道。了个道。对，了个道。只是见了个张伢子。只是捡到这个伢子，各张伢子，各张伢子，嗯，边上危机四伏，边上危机四伏，危机四伏，危机四伏，我冇得办法，我冇得办法，冇得办法，坐死不理，坐死不理，就当做好事，就当做好事，嗯，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以后看到阎王爷，也有可能以后看到阎王爷，阎王爷看到阎王爷，阎王爷可以少受一些，可以少受一些，抽筋扒皮的苦，抽筋扒皮的苦，来 repeat。重复一下，我在岳州对老渔夫的承诺一了了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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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见到这伢的伢子，只是见到个张伢子，只是见到个张伢子，身边危机四伏，我没得办法，坐视不理。就当做善事了，就当做好事了，就当做好事了。嗯、或许之后见到阎王爷，见到阎王爷，见到阎王爷，长大的能够少受点抽皮扒皮之苦，抽筋扒皮，抽筋扒皮。发现你爸有时候笑的真的好尖。你的长沙话讲出来好像长沙周边。每次他笑这个的时候就不是就是有一点太编了。我也学一段啊，你学的长沙话，对，好来，就最后我的那个，四袋香蕉，四袋香蕉，香蕉，香蕉，对，香蕉，四袋香蕉，鳄鱼我抓，鳄鱼我抓，鳄鱼我抓，冰水相逢，冰水相逢，心灵相托，心灵相托。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
还有吗？来，那你 repeat 一遍。世代相交，我与我左。世代相交，世代相交，相交。世代相交，相交，相交，相交。世代相交，我与我左。萍水相逢。哎呦，好魔性，我脑门相夺，完全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太好笑了，有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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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有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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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味，有味。这样吧，我教你们就是正儿八经的，就是夸人的两句常用话吧，你们也学一句。好，就比如说啊，你先来啊，就是你夸龚俊，你这个伢子长得就韵味了。你果就是说你这个男孩子长得就很有味道。对对对对，你果子娃子，你果子娃子长得就很有味。不不，叫韵味，很有韵味，很有韵味。你果子娃子长得就韵味了。你果子娃子长得就韵味了。来，那你就对着他带着自己的情绪来一遍这个，就是真心的夸奖他。你，我这个我会用江西。啊，你会用江西话？不是客气吗？客气是形容女孩子。没有客气，那是江西话，那是江西话。客气什么意思啊？你觉得阿得？你觉得阿子？不是江西话，江西话。你觉得阿得？长得好客气。客气是客气的意思啊？对对对，客气就是帅的意思。哦，客气是帅的意思。客气就是很，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很对得起人的那种感觉嘛。也不是，就是帅的意思。客气，客气。OK， 那你说一下刚刚长沙话那个。你一个张娃子，你个张娃子长得有韵味，长得就韵味了，长得就韵味了。你个张娃子长得就韵味了。哎，可以，过关了。你个张没多，是不是啊？是的呀，没多。那这样，那你来夸一下张家豪。我想想，你个张帅哥啊，你个张莽哥，长得就撑头了。你个都莽哥，你个咋？你个咋莽多？莽哥，你个做莽哥？莽哥对，你个做莽哥长得就撑头了。那我跟你讲，这他又在使坏了。龚老师，我觉得可以给你找个职业，念经。你个做莽多长得就撑头了。就是那个男娃。绝对，你录一个，下次录个这个东西，录给我。哎，你们两个注意一点，注意一点。睡觉之前注意点，哎，真的，你刚才说的也不咋地，好不好？不是说我说的是不咋地，但你说的有种你自己特别的味道，啊，撩自己撩了还得哄，个人的是好调调，你俩吵完了吗 ？OK， 来，那这样我们最后面一个小互动，就是我们这边准备了两个瑜伽球，干啥？就是推手游戏玩过吗？哦，就平地推手。知道了，平地推手会啊。对，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升级瑜伽球推手，平地推手。我和他，我知道了，是我和他 PK 是不是？那不然你跟我 PK 啊？我觉得不公平，我们得 PK 导演，对不对？导演那车轮战不行，那我们跟导演 PK。那我们先 PK。我觉得有时候你妈也会经常忘记场合，知道吗？哎，饺子，一会儿下播了以后我发信息给你啊。就是他们两个好像经常不分场合。什么东西啊？你就什么叫你录给我，我听着睡觉这种，你直接说让他你睡觉的时候他搂着你哄你喽，真的是。导演，不，我们先 PK， 这样好不好？你们先 PK 完，你们到时候想 P 谁，我都满足你。你是想要我赢还是要我输？哎呦我天！上去上去，这个反着站我还没站过呢。小心小心！我的天哪！不用，我不用。OK 了。你看玩这种游戏就看出来你妈好灵活。OK， 你爸就四肢刚装上去。我们先试一下，如果什么意思？谁先倒谁先输？对，谁先掉下这个瑜伽球谁先输。推吧，你倒。小心啊！哎，小心！啊，我觉得这个瑜伽球上面有点危险，我们就在平地上面玩一下哈。是的，好吧，三局两胜，好不好？好的。刚刚那局不算，算热身。这要什么距离吗？你要张开这么大吗？啊，不，两个人要站近一点。站近。哎，我跟你们讲，我跟你们讲，也并不是，也并不是说你爸好哄，或者是你妈好哄，是他们两个，相对于彼此来讲，
都很好哄，很好哄，真的就是你妈经常嘴贱嘛，撩了一下，然后自己又哄，很快就哄好了，很快就哄好了。然后你爸有时候也是就是。可能就不怎么经脑子，然后一下子以后你妈翻个白眼，然后他立马又哄，又好快的那种，就是，所以就是蛮难看到说那种，蛮难说看到那种说生气了哄不好的那种，就像那个节爱的，你们好多人都以为说是生气啊哄很久那种，都没有哦，真的没有。近一点玩。这个游戏你必须得站近点，你这样用力别人才会往后退啊。对，来还并腿？对啊，骂我低一点，还要近一点。我们玩游戏，我们都是脚尖对脚尖。这样吗？对，这样子你才能把对方。工具你装，你继续装啊、你再装，真的你再装。你爸的说他不会玩这个游戏，是不是昧着良心的？我还在那里装。不过我跟你讲，小芳，就活该你做了这么久的大本营，好吧？就是小芳啊，活该她做了这么久大本营，懂不？这个游戏是两个人要有一定距离，然后推手的。你看小芳就差不多让他们两个，就说要不直接你直接让那个，懂吗？真的，我觉得小芳活该，她做了这么久的大本营。你看，关键是这个游戏我也知道是怎么玩的。你明明就是两个人要站开一点点，站开了以后的话是用手，然后用手手掌对手掌就互推，看谁先倒的那种，并腿嘛，并腿推看谁先倒的那种的。你看他们两个，哎呦，小芳恨不得把他们两个连在一块的。我说小芳啊，要不送个502胶水给你算了，是吧？我送个502胶水，或者是送你一个扎带，就直接把他们两个捆在一起算了。真的是，你妈都快踩到你爸脚上了。虽然说这种事也经常，哎，真的。推出去啊！你隔这么老远。等一下，咱们偏台了，过去一点点，来，好，站这儿，来，好 ，OK。你知道小芳就像那种，进来是吧？好，带。你知道小芳就像那种媒婆老鸨那种啊，就是两个人站一块的时候，我感觉他不是有个他工作人员嘛，那个女孩子这个工作人员不是也磕拉的嘛，哦，在外面哦，小感觉小芳真的很拼，都快把他们两个摁在一起了，知道吗？都快把他们两个给摁头了。我说赶紧亲一个，不，我就是陈导给我的感觉就是哦，这两个好般配啊，来亲一个。小芳就是那种快给我渡一个，小芳就是那种啊，就是那种媒婆老鸨送新郎新娘入洞房的，以后就是那种啊，来赶紧给我走一个，来渡一个，对啊对。然后那个陈导给我那种感觉就是，哎，这两个孩子好般配哦，就应该结婚，来亲一个，是那种感觉，知道吧？你看现在小芳是直接上手的，你看，来靠近一点点，就是就像那种媒婆，来揭盖头，来上床走一个。他进来，来这样，一只脚，好 ，OK OK， 来，哎，不，再过来点，好 ，OK。我觉得这样真的不行，这样太难了。预备，哎，哎呀，稳住，好，他脚得这样放，我觉得一人就够了啊。不是，他脚得这样放，是这样子的，大家实力就是旗鼓相当，好吧？我觉得玩一人就好。你妈放水放了个银河系吧。就是这个游戏啊，这个游戏玩你妈放水放了一个银河系吧，真的好故意啊，真的他好故意啊。哎，好了，多留点体力，待会我们在那个大饼的现场玩游戏。来，今天呢我们刚刚也前面预告过，就是我们准备了，哎，我们两位顶流了，来在这里。我不是顶流，我说他们是顶流，我没说你们。是是是，我说他们是顶流。是这样子的，我们那个山河令剧组就是非常慷慨啊，给我们大饼准备了15套。对，其实我心里是觉得不够啊。然后呢，
今天就是给大家来直播间做客的话，最终的目的其实也是一方面让大家可以更加了解我们两位主演和我们剧集的这个马涛老师也好，还有大家付出的这个辛勤的劳动，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大家送一些福利。好，然后来你们拿着自己的这个，是这样子的啊，来你把手机解下锁了，被马姐已经扒了，我这刘海都卷了。好，是这样子啊，我们待会儿会在那个直播平台上面，就是给大家来，抽那个幸运观众。好，然后待会儿我们就截屏，然后这个，刷屏的这个口令，来你们刷屏口令，对，呼吁大家赶紧刷起来，快乐大本营录制顺利，对对对，大家赶紧在评论的那个里面抽屏抽奖刷屏口令，快乐大本快三二一。快乐大本营录制顺利。好，三二一，快乐大本营录制顺利。好，大家赶紧刷起来啊！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在这一分钟里面的话，来点小才艺吧，好吗？小才艺。我们让他插上那个内裤，好不好？啊，插什么？唱两句。不行。你不行，他唱别的歌更有意思。我不唱了。我没听过，比如说。不行，我不唱了。不唱了，坚决不唱。不唱，你想不想听吗？封麦了，我已经。我其实听过很多遍了。你听过很多遍了？你觉得他唱过的就是就乌狐那个算不算巅峰之作？不是，不是，是不是？我想听他唱《天问》。就是这样，我唱前面，然后你唱高潮，好不好？少带我，走开。就那个想让我出丑。文花文叶颜色正好，人生欢乐苦短。问秋问冬红雪萧萧残雨一三岁月难逃。他真的弹得好笑。怎么你是怕你唱了天问以后老天队来问你是不是？我怕外面打雷了。好，大家那个应该已经刷的很多了啊。快给我笑，一看就笑。我们先是哎，不好意思，我腿。好，马上啊，抽完奖就 OK 了。好，来那个这个上面抽几个？咱们不是15个就一起抽了嘛，待会儿就直接去现场了。你看你怎么分，这里抽几个？对啊，就抽五个好吧。好，啊，我来定，抽五个。对，是这样子，来，你们待会儿呢就直接截屏，截屏是往上扫三下，对不对？啊，三个往下啊，截屏就是三个手指往下面滑一下。我滑一下。对，然后就是咱们这个截屏的前五个人，好吧？就可以，好，没问题，就可以获得这么截吧，这个公仔。来，我 ，OK， 好，截到了。来，龚老师读一下，龚老师读一下，前五个，读一下，咱们把那个图片放大一点。这是谁呀、啊？这。Pretty White， 第一个、哦，苏小苏，然后第二个还是个英文名 ，Pretty White, White Lies， 余罪，然后第三个也是个英文，第四个这个英文怎么读啊 ？Well。W H A L E， 嗯，然后第五个盘盘一个句号是吧？啊，对，好的，没了，恭喜这五位幸运观众。对对对，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平台来，再抽十个是吧？是不是？好，来，为什么刚才不一起抽？不是，是多平台，多平台直播。哦，等一下，划十个，划。哦，这一满屏。好，来，你来念一下吧。哦，你们一起这个 ID 这么长，不，他没刷那个，从这儿开始吧。成仙成 C Y F， 低语不方便念的吗？我来念。啊，这个我觉得就不要他了吧。好，让他。另寻沧海 Allen， 那个不能说的，不能说的 ID 是什么？草莓大桃桃 ，Rihanna， 爱你如故，嗯。七言，在校不要打架。三个 I 点二二，杏仁巧克力出，阿旭是光暖。哇哦！哎，没有抽的，这刚刚因为我们就是换掉了一个，我们再截一个好吧？哇，你有这么多吗？不是，因为少了一个呀，咱们行，有一个截吧，因为他这里那就这个吧，就上面还有一个，就这帮人污了，就是这个他没发这个抽奖口令啊。行，好，咱们重新再截。哇，拿了那个小娃娃还回踩呀？那我们就跟大家 say goodbye。那这个名字还挺好的，拜拜。去练舞了，赶紧去。谁练舞？
那我要连回踩呀、啊！哦，那行，这个信挺走了，挺好的，送给他哦。真的，我觉得这个信真的很好，送给他。对啊，我觉得这个信真的很好，可以送给他哎。对啊，这个信超级的配他。啊，我又不小心又关了，我们去看大本营。啊，又找补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信跟他很配耶。不用管他呀，就那个就觉得这个姓氏跟他很配就可以了。啊，是说跟他很配就可以了，好不好？就不用再说什么了，好不好？我觉得你们说什么都没有用，就是直接跟他说这个姓跟他很配就可以了。来，我们看那个看 cup， 不要那个啊。不重要啊，不重要。对，不重要，不重要，反正这个姓氏很配他就行了啊。姐妈为什么踩在爸脚上呀？日常啊，很正常啊，这很日常。每次看到易小天，我都很想笑。好歹年轻的时候，是个小帅哥，怎么那么油腻？你爸别紧张啊，又快要同手同脚了。你妈真的好皮，真的。那肯定是在自己，就是在什么时间段做什么。在什么年纪段做什么年纪的事情啊？但是如果说是你在怎么说呢，在一定的年纪段做不适合自己的事情，就很容易油腻。快乐大本营 vivo S9 系列4400万极夜柔光自拍照亮我的美。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我们还是请大家来给观众们打个招呼。对对对，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胡夏。好，下面是妈妈来。大家好，我是毛不易。妈妈，歌迷要我问问你新专辑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快了。好嘞，谢谢。好，下面欢迎哲汉。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哲汉。好久没来了，依然是 bug 吗？不知道。今天我们的规则里面有很多 bug， 你可以挑刺，好不好？好，下面欢迎俊俊。哎，大家好，我是俊俊。啊，祝贺两位《山河令》那么受欢迎，对不对？祝贺，谢谢。好，下面欢迎我们的小天儿。大家好，我是易小天。欢迎，下面是我们的孙怡。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怡。Hello。好的。好着急啊，今天。真的，我以为是不可能。慢慢说，最近我在忙啥呢？现在整个这个节奏啊，都不快点说都不行。冒汗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你们发现没有？你爸妈真的没有？好，谢谢，谢谢，谢谢。节奏感完，我们稍微散聊一下，好不好？好。嘉哥，你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吗？我认识毛毛，回答他专辑就是什么时候来的时候，好像 Rihanna 说 soon， 这大家等着吧。就真的不知道，我是觉得还是可值得等待的。好，那我们能不能像今天节目一样快一点把专辑做起来，好不好？好的，好，期待期待。嘉哥，你尽力了，你这段尽力了，也是没有什么信心的，但是至少把节奏拉下来了。那我补一题好了。胡夏跟小天，你们现在不用追光之后，你们的生活步骤有没有放慢一点？我那个时候大概瘦了15斤，现在胖回来了。哎，就是刚才吃的八宝鸭，我知道。
刚才吃了半只八宝鸭。对，我们录节目那个时候是不吃东西的，基本上一天就是饿的。那小天呢？最主要的是呢，我觉得睡眠太重要了啊，所以最近呢，我不管是早睡还是晚睡，我尽量睡够10个小时，就这样，这样能恢复过恢复精力。对对对，我觉得睡眠很重要，真的是很重要。何老师，你以为你的问题？下面我们孙怡呢，其实最近跟妈妈一起，还有欣欣，对，参加一个嘉哥主持的节目，叫做《妈呀，你真好看》。好，刚才那个小天说他现在争取每天睡10小时以上的时候，俊俊和哲瀚都表示非常的羡慕，不可思议，是不是？惊讶。如果给你比如说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以休息的话，你最想做什么？那我可能会在家陪陪我妈吧。哇哦。因为确实工作忙了起来以后，和家人的见面真的是越来越少。嗯，没错。龚俊想要做什么？我一个星期，出去旅游，我要自驾游。要去哪儿啊？我去新疆好像不太够吧，我想去新疆自驾游。可以可以，我支持新疆棉花。好地方，新疆美丽的好地方。对，我们在这边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山河令结束之后，依然多多支持我们的俊俊和哲瀚，好不好？真的，他们两个真的好实诚啊，他们两个。那么为什么今天这么赶时间呢？因为今天我们得知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规则，下面就来发布今天快乐大本营的游戏规则，请听。今天的整场比拼采用的倒计时的方式，导演组已经给每个人都设定了不同的时间。请各位找小方领取自己对应的手机，查看自己的初始时间。我们要讲出来吗？我们的初始时间？今天是个人战啊，请大家。我跟你们讲，我看这个快乐大本营的时候，我一直以为那个时间最长的应该是你妈，但是我没想到是何老师。哇，这个 vivo S9 的系列手机真的好轻薄啊，而且色彩五彩斑斓的，真的是很好看。好，那大家已经拿到了自己的手机啊，请你们打开信息，获取自己的初始时间。我看到了。哇，你们有多少？不能说啊，不能说，请大家全程保密。可以告诉大家的是，目前时间拥有最多的人有90分钟，哦，最少的人只有30分钟。哇，你们身后有10个暂停键，只要你们坐上。我当时以为是你妈，但是想想看好像也不太行，因为他们两个那个语音视频真的很恐怖。倒计时用尽，将会立刻下线，成为录制现场的工具人。就是说，如果谁的时间用完了，他就不能参加后面的互动了，是的，但也不能走，对，就挂在那挂着。是的，也蛮有意思的。OK。那请问，像这种现在合影是浪费时间的吗？倒计时正式启动，快坐。哎，我坐呢。哎呀。就是现在我们坐下就没有计时，对不对？对。哎，那我这样起来就怎么样？就是开始了。嘉哥浪费了5秒。那我就想感受一下时间的流逝。哎呀！考验一下我的计时人员是不是很厉害？哎呦！哇，那你们俩时间一定很多。你妈真的很有综艺感哦，真的喜欢看她综艺感真的很强。今天的奖励啊！而且她好会给你们爸找镜头。剩余时间最多的那个人将会拥有在三个令的大结局中夹自己的一帧美照的特权机会啊？什么？是放在官方的？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见的吗？是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到在人家剧里放自己的照片？是正常播出的，我们就夹进去了吗？山河令剧组知道这件事情吗？那你们俩要是获胜了，就是你们俩在前面，后面有一个你们的照片。这是我能接受的最好的结果。如果在俊俊和哲瀚中加一个涛涛，就比如说我俩那个在对视的时候，涛涛的脸进去，对，突然有一帧这个画面。山高水远你在我眼，我看我跟你讲，这个奖励就是谁拿谁尴尬。可以赠送时间吗？可以，可以吧？那我先给何老师送50分钟。你给我真的，我感觉快乐大本营啊，时看时新的。我反送你55分钟。哇，真的假的？也就是5分钟的事儿，你们别这样。
哎，我想问一下，那么这个起始时间是怎么确定的呢？是你看谁长得好看，谁的时间就多吗？是之前我们有问大家要过一张截图，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记得。这个截图里面，大家告诉了我们，你们当天到24点之前使用这个手机的日平均时间。现在就是你们被手机捆绑的越厉害的人，得到的初始时间就越少，就是那个30分钟的。哦，工具一定很少。为什么呢？天天上网刷自己。我觉得你们这环节非常不公平，是不是？看到没有，被我猜中了吗？你怎么知道他只刷他自己呢？他还刷我们。他在剧组拍戏啊，他哪有时间刷手机啊？这不公平。毛毛坐在中间好尴尬，一直在挠腿，藏不住色，藏不住色。毛毛一定是在做音乐。我觉得今天能够赢的很有可能是毛毛。他现在已经把自己这一针美，我跟你们讲，我已经很努力在憋着了，我在敷面膜，需要了。那问一下，我要说点什么？我已经尽量表现得很自然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位的截图，给大家一点参考，大家可以猜一下是谁。好，日均1小时24分钟，这是一个小号吧？我觉得吧，有可能一小时那个人正好赶上这一周录一个真人秀。就可能要把对手机收掉。何老师，你最近是不是开了《向往的生活》？对，我真的好努力的憋着，这是忍不住想笑，知道吗？对对对。哦，这是哲瀚的，这是我的，哇，拿到了，我看到了。哲瀚，你在剧组拍戏的时候，比如等光的时候或者换景的时候，你会拿手机吗？很少。我觉得他刚才动不动要给我50分钟。就算他爱我，他也不可能说我只有50分钟我全给了。对，那不一定。何老师，你爸这个脸能不能控制一下？他真的不会表情管理，真的。但是最多的人，那个时长，我们这个分钟数最多的应该不是他。为什么？因为我很了解他，他在现场等候的时间，他会玩起斗地主。7小时，我觉得你应该不止7小时。对，大本营之前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都看过的，都看电视了，就那个笑的不行。时间拥有最多的人有90分钟，哦，最少的人只有30分钟。我们家电视百年不开，那个时候看快乐大本营第一次开电视，我都感觉我们家那个电视真的很久没开了，我就是为了看大本营。价版 APP 摇一摇，每周5、6、7，食品生鲜1元起。但是边看边骂骂咧咧，为什么？真的很讨厌看电视，广告特别多。开早，天之小，驾驶们，驾驶们，星星子，太阳女神，娜姐，好好好。快乐大本营首届合作伙伴淘宝特价版，摇一摇，每周5、6、7，食品生鲜1元起。我是快乐大本营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我真的很烦看电视，因为广告真的很多。快乐大本营就是刚看到就是觉得好开心的部分，他妈的插广告。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我们现在开放全场唯一一个可以导演组加时长的环节，大家表演一个你们自认为可以讨好场上所有嘉宾的个人技。你表演的时候要离开墩子，有5个人以上投了你的票才能加5分钟。那如果时间多，我就可以不表演才艺。对。来吧。现在我们开始吧，好不好？好，是吧？你们好多人也是，是不是？就不喜欢看电视的一个原因就是，争取老是广告，好好，那广告特别长。我们放松一点，好不好？可以。谁来？
我这样，我一口气喝口水，我们虽然没试过啊，喝完之后我再跳一支舞，好不好？你别浪费时间，你跳舞肯定能过的。那我们都是你的舞粉。我肯定投你，我是你的模仿者。而且欣欣，我们是沈阳老乡，对不对？我又跟欣欣呢代言过床上用品的那个叫欣欣相印。啊？这是你们自己出的品牌吧？床上用品，欣欣相印。我们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来吧，柳成荫。那我就跳一个《青春有你》的一个舞蹈，好不好？心里的来预备。音乐，哎呦，我的面膜，跟你玩离谱，我的面膜。请坐，请坐。跳出了这个能不能？你说，子安，你说，跳出了蒙古的感觉。哎，我不知道。谢谢，谢谢，谢谢。姐，啊，帅小姐。音乐，我真不会。天哥，我只会跳你那个，在舞台后面那个，你参加那个节目的。音乐，请预备。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我下次防护料再也不敷面膜了，我的面膜白敷了。你就别学他了。小天能够加这五分钟吗？准备，三、二、一。谢谢诸位。好，我们给印小天加上了五分钟。哲瀚因为跳得太短，我们就不能给加分了。你自己有没有才艺？我没什么才艺，但是我能做别人做不到的动作。我敢保证，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来吧，注意啊，看我的嘴。这开光嘴。就是真的面膜白敷了，真的是。真是。这是会折舌的汉子，张哲瀚。他把舌头叠起来了。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哎，来来来！他真的可以，哎，可以个哟！真的，哎呀呀呀！我敢保证，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但是得伸出来弄。我就这么长的舌头没了，我就这么长的舌头没了。美。我建议这两个动作呢，他们俩做的都还不错。来，准备，三、二、一。工具来一个。工具来一个。哎，我没有才艺怎么办啊？哎，你唱歌吗？他唱歌是绝对。我唱歌，我要留到下个环节。给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龚老师有个就是特长啊，比如说我们那个《山河令》有个主题曲叫《天问》，这个梗没完了是吧？一定要听，很好笑。哦，这个可以。他真的很努力跟在给你爸留镜头啊，真的，他真的很努力给你爸留镜头。我不想站起来。郭老师上。那确定要就明显看得出你爸很紧张，他真的一直在 cue 你爸。问花问叶，颜色正好，人生欢乐苦短几春宵，问秋问冬，风雪萧萧，彩云易散，岁月难熬。花开早，花开早，天知晓，天莫笑，天已老，江湖笑，恩怨了，人去了，我忘了。家师们，
这样这样，请夹在山河令中间的男人来点评一下这段歌曲吧。毛毛，你觉得这个唱的怎么样？俊俊，我不知道这歌原本是不是就是这样，就评价起来没办法很客观。毛毛赢了，毛毛。好，我们这样，我同意给俊俊加五分钟的，请表态好不好？三、二、一。谢谢大家，不杀之恩。因为我觉得，说句心里话，我觉得俊俊唱歌不好听是炒作，我觉得还可以。那至少有一种儿歌的朝气。今天有个车一直在外面放，嘴巴嘟嘟，那是他？不是嘟嘟，那是呜呼。所以呜呼到底是啥意思？我好喜欢你呜呼，爱你呜呼，我找个地方都有。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闭嘴。给我笑！真的，你爸是凭一己之力。好，现在最后一个名额，毛毛，你时间够用是不是？没有小才艺，时间富翁。我觉得胡夏肯定有。啊！我只会唱歌嘛。好呀，好呀，好不好？也是山河令。来，预备。龚老师，您接吗？怎么又给我？这样，我觉得可以接一下。原来你和我一起唱，对不对？可以，预备起。没关系，不会很长的。老啊，五六七八，哎，五六七八。我好喜欢你，呜呼，爱你，呜呼。愿。胡夏，你也有今天。啊，我自己先起一个啊。原来天地之大，俗成渺渺，与我也。给自由来去嫁祸给宿命，原来梦境之中飞越悄悄迷失了自己，哦，倦鸟无心不如归去。我跟你讲，就是胡夏走调的这一段，我就笑得不行。你爸是真的很强，就把歌手都给带跑了。原来梦境之下，月悄悄迷失了自己，啊，倦鸟孤星不如归去。我们来讨论一下，俊俊因为没有站起来，不参与评分。三、二、一。你妈肯定第一个举手。你看，我就说不应该站起来。你看，不应该。胡小夏，胡小夏连张哲瀚都没有给你投票。感觉身体被掏空。没事没事，没事。从现在开始，再没有加时长的环节。现在开始呢，我们有可以开放一个。哎，你怎么了？时间太多是吗？但是从现在开始，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找别人众筹时间。那我们现在开始吗？好不好？来吧，第一个环节是怎么玩？两队轮流站起来，离开墩子进行挑战。挑战队伍派人上前抽取题目，五位队员按顺序依次给出答案。所有人的答案字数加起来，我跟你们说，我看大本营真的有点惊讶，就是他们知道浪浪亭是正主，知道吗？直到我们才能集体坐下。哇，我感觉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很久了，快两年了。但是他们还好多人还以为浪浪丁是我们，我们是三蛋蛋跟橘子皮，是就是。我去拿吧。浪浪丁是正主。我喜欢一个不同的表情包，就是浪浪丁是，然后就无奈的说是正主。你坐。哇，好紧张。真的，我感觉我们解释了好多遍了。请说出何炅参加过的综艺节目的名字。浪浪丁是正主，不是我们。每次看到两边唯粉在骂浪浪丁的时候，我就想说你在骂你哥哥，你知不知道哦？五个字了。奇葩说。大侦探。对，解释了好久了。明星大侦探。十三个字。大咖秀。啊，
海边大咖秀，海边大咖秀，你真爆了，不要失败，爆了爆了，重来吧，重来，快！这对，这都解释了好久了。我知道，我是歌手，歌手是两个，歌手两个。来，你先说少的。好，歌手，奇葩说，偶像来了。剩八个字，说一个四个还是5个3个？天天向上，可以吧？参加过，还有一个四个字，四个字，跨年晚会，那叫跨年演唱会，跨年演唱会不是综艺吗？春节晚会再来，跨年不是综艺吗？等一下，我再想想，我还参加过什么呀？那个四个字的是不是那个舞蹈风暴？舞蹈风暴，哇，快走。哇，这么迅速啊！可以，我时间多，我时间特别多，我可以围着这个圈再走三圈，然后再去跳一支舞，大可不必。你时间多，你给别人好不好？讲真的，你妈真的很适合综艺啊，性格很活泼。别嘚瑟，赶紧回来。嘉哥，你来，又能接梗。请说出带季节的歌名。关键是很放得开，从这边开始好吧？啊，你们先想，夏天的风，四个字，大约在冬季，爱夏，两个字，宁夏，几个？宁静的夏，还有四个，还剩四个字吗？四个字，春天花。我比较喜欢看他那个。以前我追那个极速前进的时候，是因为郭敬明他们跟霍启刚跟朱星他们去看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夏天的花，你妈打那个枪了，秋天的花，没有秋天的花，好厉害。但是我真的有种是你妈从我全世界路过，但是我就是没有荷塘月色，没有季节，哦，没有季节。那就前面少一个字。真的，我突然间真的考古你妈以后，我发现你妈从我全世界路过了。大约在冬季啊，八个，爱夏，10个啊，宁夏，十二个，还有5个字，剩下的果实，漂亮，对 ，OK。涛涛，你时间够拿题吗？我觉得你手香，我手好臭。我来了。艺人的昵称，来起立，艺人的昵称，昵称，真的，我那个时候是追的是晶晶夫妇的，有小蛙哥，你妈真的从我全世界路过，嘉爷，嘉哥，不，怎么不是啊？人间教练7个字，还有小粗腿儿，那不是。你别管，你让他说。小粗腿儿，小蛙哥，人间教练。好，还有7个字。星星子，哎，可以，有，还有4个字。怎么办？没事，我们讨论一下。前面多，我们讨论一下4个字，或者前面多。短一点的还有什么？四个字的，我想起来了。你说，太阳女神娜姐。可以，好。太阳女神，救了你！谢谢阿姐，我想念你。比心，娜姐，如果我赢了，我就把我和你的合影加在山河里。啊，不提别人名字就好了啊，不提别人名字就好了，这句也完全是可以提的啊。弹幕不用要求这么严格哈，大家自由一点点啊。来，那个不用要求这么严格。我来抽一个，就是不要提别人名字就可以了啊。快！像琅琊榜啊，这些完全都可以提嘛。有戴眼镜的歌手，我演唱的歌曲名儿，不要提别人名字就可以。哎呀，太多了！来，哎呀，那不就是胡夏的歌吗？他们俩都行啊，毛毛的歌啊，随便凑吧。你先，春天里，知否？春天里，消愁，九个，还差8个字，我说一个那个。北京，我说一个一起摇摆，球放我出来，你现在不是出来吗？你不出来你怎么能发？一起摇摆，好简单，这也太简单了。你说一声啊，
上他们那题简直容易到发指。哎，不可能，应该让他们做一下小学数学的应用题。下一轮，下一轮，听五秒猜电影名。每轮游戏开始前呢，我们的小方会选择一部电影，并告诉大家这部电影的总时长。由我们刚刚获胜的蓝队先来进行挑战，选择一个任意的电影时间点，往后听五秒钟。听完之后，你们需要告诉我是哪一部电影。猜错则另一队站起来，重新选择一个时码，听取五秒钟，并做出答案，直到一方猜出电影的名称为止。最终答对题目更多的队伍，每人可以拿走，注意哦，对方一位队员的五分钟。等一下，我们商量一下。我觉得可以先片尾曲。对，因为万一片尾曲一下很重的话，哦，对，我们可以听片尾曲，那太明显了。哦。第一部电影总时长是1小时43分48秒。好，请起立。40分应该是片尾曲吧？5分钟我估计吧。对，1小38。哎，我们听哲瀚的《1小时38分》。1小时38分。好，请准备。想起那些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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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别回头，我还没走。是不是片尾曲好答？好厉害，好，听片尾曲就好了。好厉害，可以听片尾曲。哇，太牛了！我们这儿坐了两个歌手。我都没听清是什么，我就赢了。欣欣，你这个就叫躺赢。我什么都没听见。所以这部片子叫什么？夏洛特烦恼。小天，你来说个时间好不好？这部作品总时长1小时49分59秒。说，1小时48分开始。啊，那个时候都播完了。我们就要听片尾曲。我给你们一个机会，换个时间。最后一分钟是彩蛋。啊，换个时间，换个什么时间？1小时43分。OK， 43。好，请准备。我也不想给，但我想。什么？这是什么？什么？那肯定是哪吒呀。哦，还在结尾的那一边缘。还在说话，我也没想，你们出门，声音很浑厚，我也不想的。哪吒，对吗？说名字啊，请说出全名。全名啊，叫什么？哪吒是魔童降世，就叫哪吒。魔哎，哦，魔丸，魔丸，魔童降，魔童降世，魔童降世，魔童降世，哪吒，魔童降世。回答正确。太厉害了。我也不晓得。但我晓得不认命。你爸真的好憨呐，憨憨的。哪吒的命。哇，这听出来了。好呢，你怎么猜到的？对，因为我有那个片段的声音的记忆。我天哪，太厉害了，我只能对你说霍尊棒。下一题，1小时55分53秒。1小时50分，可以。好，请准备，请听。好，播放完毕。啊！哦、啊！哈哈哈！哦，恭喜你不下。这读题翻车了吧？解释一下，这五秒钟主角他在思考自己的事情。你爸真的好好适合做那个关键的 reaction， 真的是。你的看他反应真的好笑。啊，太好笑了。那这个我们直接就坐下了呗，那换他们说了呗。好，请坐。我们换一个时间，对，因为他思考一定不只是思考五秒。对对 对， 对，起立吧。啊，要起立。俊俊说一个时间。片头，1分。太早了吧。很有可能是不是那制片厂往后多一点，5分多钟。
好，五分三十秒，五分三十秒，五分三十秒，好，请准备。人家就想要那台车嘛，啊，这什么？是人家想要那台车嘛？天下无贼。啊，这不是？啊，这个是。哲瀚，哲瀚，啊，我们已经知道了。哪方面的呀？一个电影的片段。谢谢你。人家想要那条车嘛。我们随便猜一个，别浪费时间。如果没有那个没有方向的话，许晴的那个，许晴的那个，就是彭于晏在屋顶上跑的那个，刘若英的《一步之遥》。回答错误，不对，坐吧。到你们，我们再随便听一个吧。我们已经知道答案，站起来嘞，来起立。我不用听了，直接盲猜可以猜到。来来，盲猜，天下无贼。回答正确。人家就想要那台车嘛。这就是一个音乐人的耳朵，你知道吗？哎，毛毛太牛了，真的。你怎么听出来的？我特别喜欢这电影，看好多遍。哦。天呀，那这句话下一句是什么？我忘了。我以为能背下来。要求太高了。好，这一题是两小时。2分54秒，长电影，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2分54秒，中间一个小时，55分55秒，好不好？可以，可以 ，OK。请听，大家都安静，听我说，所有的中国人全都站到这一，在哪儿？盲猜一下，我和我的祖国。哲瀚，你都听了五秒，你凭什么说是盲猜？啊！回答错误。往下再听五秒，就往下放五秒。这边我们只带中国人，第一批管理。就是那个过桥的那一块，是不是？八百，确定。回答错误。怎么是我？我们继续再听，再听五秒。刚刚这个时间继续。好，请听。底层优先，我带大家走，明白了？我知道了。再放水。我带大家走，会不会是红海？我记得红海有个救中国人走的那个片段，《红海行动》，《红海行动》。不是，上来。回答错误，肯定错误。换一个时间。片尾曲吧。2分18秒。2分18秒。2小时18分。胡小夏懂我，2小时18分。电影只有2小时2分。哦，你有2分钟是吗？那就2小时。对。你不换时间吧？啊？他这么问。换时间啊？换呀。1分58秒，1小时58分。不能换了，我浪费了我自己的时间吧。1小时58分，再给你一次换的机会。1小时55分，他手好慢。啊，不能做。好，对不起，少几秒是几秒。行不行啊，小芳？你别催我，你越催我越慢，我紧张。哇。好，请听。我多送你们2秒。战斗的片段。我们只带中国人，肯定就是战狼。战狼。第几部？第二部。回答正确。哇，中国人全都站到这一边，我们只带中国人，第一批管理层优先，我带大家走，明白了？
平了，家是最后一题，大家一起抢答。好，起立。好，请准备。你在保护优雅，谁让你跟着我？这是啥？古装片。申请再放五秒。随便拖了，随便拖，随便拖，看谁能说出来。啊、动作片，动作片，功夫，周星驰的。回答错误。叶问。回答错误。无问西东。回答错误。继续放吧，放一个小时。喂喂啊，在哪呢？王宝强。唐人街探。唐人街探。唐人街探。不对。王宝强演的那个有点动作的，有点动作的王宝强。泰囧。泰囧。泰囧。回答正确了。耶！哎呦！喂喂啊，在哪儿呢？干什么你？喂喂喂，徐朗，后天我们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吧？快坐。耶！因为现在你们获胜的题数最多，所以你们每个人拿走对面一个人的五分钟，加到自己身上。你拿谁的？我呀，按照这个节奏的话，我就拿胡夏的吧。俊俊，你拿谁的？张老师时间这么多，拿他五分钟他也不会随便随便。张老师随便拿。好，然后小天你拿谁的？我继续拿张哲瀚的。没问题没问题。都拿我的都行。好。哇，好，小姨你拿谁？我也拿张哲瀚的。哦，漂亮。你爸胡夏，我刚才你在那开始担心的，我拿的是张哲瀚的。我们这边所有的罪让我一个人担着。哇，三张，你到底有多少？你爸在开始在那担心他了。到我了是不是？我拿这样。我先不拿啊啊！哼，我不需要你们的时间，不缺那点时间是吧？我可以跟你们讲，张哲瀚的狂妄在我看起来很好笑。我跟你说，我们这一队记住了刚才何老师那副嘴脸，待会我们赢了下一轮就拿何老师的时间。我们加油，下一轮，加油，加油，加油，下一轮。等一下等一下，不是应该以德报德吗？我的意思就是我不拿你们的时间，如果待会儿你们赢了也不要拿我的。不不不，我们是团队。我拿维嘉的时间，我要维嘉五分钟。记住了啊，记住了，看见没有，报复心极强。接下来的一个环节会进到我们的两两搭档来去完成唱跳小考的环节。我最喜欢这个环节了，我最喜欢这个环节。现在大家环顾一下四周，可以自由组队了。大家用眼神示意对方。在我说五四三二一后就飞奔向彼此啊，好不好？准备好了啊，五四三二一一，来呗，过来大哥，要过来。我们结盟成功了已经。
下载淘宝特价版 APP， 摇一摇，每周五六七，食品生鲜一元起。提醒您，录这个还有广告。孩子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停转。这也好意思来。快乐大本营首届合作伙伴淘宝特价版，摇一摇，每周五六七，食品生鲜一元起。我是快乐大本营合作伙伴猿辅导在线教育，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真的，我最喜欢跳舞这段了。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来到由快乐大本营和淘宝特价版 APP 联合打造的我们特惠，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淘宝特价版 APP， 下载淘宝特价版摇一摇，每周五六七，食品生鲜一元起。我们会请出我们的舞蹈老师，请上场。唱跳小考游戏规则，我们刚刚已经把你们分成了两两一对，跟你讲，你们需要一个人负责唱歌，一个人负责跳舞，向我们现场的老师学习一段全新的唱跳表演。如果没有学会，只能花费自己的时间让老师再教一遍。认为自己已经学会的人才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小考，只有得到我们的考官小方的认可才可以过关。回到你的墩子，暂停你的倒计时，请放音乐。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看到你还走神儿，本来啥？哇塞，他录下来了，一个也没记住，我一个也没记住。好，有一些企图用 vivo 手机录下来视频的人啊，是不可以的，违规操作将会被扣分。啊，不看了，就靠得那么自然的，真的是。没看见，没看见。你要跳还是要？你还是跳吧。你唱是吧？我跳是吧？好。那跳的太难了，因为。我跳这个女的的是吧？好。好，现在大家离开自己的墩子，到前面来，我们会再免费教你们一遍。太难了。你穿，你看粉的啊？我看粉的。对啊。我看了一遍，没有看明白。三二一，走。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等，我要快被他们两个笑死了。我完全不会。他公开处刑。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所有的烦恼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不容远，不容。我被笑死了。我好难啊，根本记不住啊，咋办呀？你的动作是啥呀？不是什么那个。舞单是这样的，一开始是哦，对所有的烦恼说拜，哎，谢谢什么？对所有的烦恼说拜。哦，有个这个，什么这个？那跳的太搞笑了。毛不易真的不容易，是吧？反的。那怎么是反了呢？因为它没有镜像。那我们这样，对，我们要这样。
我花一分钟再来一遍。啊，谢谢小天哥，谢谢小天哥。音乐起。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好像会了，我们走，我们走，走会了。前面我不会，会了。哇！张哲瀚、龚俊颖参加小考，会不会全是你妈说了算？走，他俩肯定没学会。来。大家可以开始啊，浩哥，哎呀，被笑死了！3、2、1，对，没有，他没音乐，没有音乐的了，没有自己唱，自己唱，搞错了，再来。3、2、1，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这也好意思来。我有自信了，这也好意思来。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停转。发了，他俩这肯定没过。你俩方向反了，全是反的。他俩舞担在那边，不重要。虽然你们表现得很好，但是很多动作都是你们自己编的。啊，没有，我们没有编。动作没有精确，它是这样的，一只手是。要这样，你们两个人完全在原地，在拉锯。Hey boy。Every time I show up。哎，不要在这里学，你们走，你不要在这里学。快去加油加！你们俩反了，唱歌的和跳的反了，谁负责唱唱啊？我唱。那你应该站这边呀。哦，知道。没有，我们无所谓。那不行，行，那过不了。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都不用。啊，反了，反了。紧张了，行，那过不了，快学吧。花，你花，我跟你们讲，我跟你们讲，你们知道这段特别像什么吗？这段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极速前进》的？那个《极速前进》有一段啊，就是那个不是要跳那个什么军舞，然后那个很像金星老师跟她老公汉斯。就是金星的老公的汉斯，她老公也是像你爸这样子，就是有点傻，有点四肢有点不太灵活。然后那个金星老师教着就有点发火的那种，就感觉真的是他们两个真的好能对标真夫妻的，我跟你们说。来。好帅呀！你看这谁这么帅？哇！一会儿忘了，我看107。对所有的快，107。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说拜拜。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什么幸福永远，幸福永远。不过关。所有的快乐请嗨嗨，是两个人一起这样。这俩，还有跳表的。对，有一种划桨的感觉，回去再练一下。不过关，快走。没过关。你词都没记住，你的词没记住。歌词是怎么？对所有的快乐说。嗯
这是我有的心脑说嗨嗨嗨。歌词，我再看一眼歌词。真的，我们广东人听不得这首歌的，真的好傻。这首歌，请开始，等等，五六七八，你所有的烦恼说拜拜。重新来一遍，你一开口，歌词就唱错了。啊？歌词记错了。歌词唱错了。把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好，歌词没记错呀，没记对，没记对，是对所有的，不是给，不是把，回去，回去，回去。啊，对不起啊。预备，可以预备。所有的烦，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所有的幸福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没错，唱错了。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你刚刚能说吧？重新来。预备起，对所有的烦恼说拜说拜拜，再一遍，预备，对不起，预备起，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幸福说嗨嗨，你说呢？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OK 吧，差不多吧。可以，加油！加油！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这两个孩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完全不对，好慢呢。何老师无效通过小卡，停止倒计时。哎妈呀！还是按老规矩了，老规则叫。何老师他们已经回去了。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哎哎哎！可以这样默默。老师再来一分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怎么还在外面那里扭？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我们跳得好好啊。笑死我了！五六七八，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事不过三，加油！一百七。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幸福永远。过关！这俩成了吗？过了，过了，过了吗？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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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毛不易、孙怡通过小考。哎呀！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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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不给看也没办法了是吧？我还差那么，我还就还差那么一点。对啊，阿 B 阿 B 的格局就是这个样子啊，哎，我就差这么点了，是吧？我就差这么点，哎。没有没有没有，突然间被逮了被逮了啊，被逮了，不给看就不看呗，是吧？哎，我记一下时间哦，明天晚上我继续，明天晚上我们放时间放的时候帮我记一下时间的57分45秒，我明天晚上放的时候啊，声音就不放了呗，我们就不放时间，帮我记一下时间啊，57分45秒，哦对，5745啊，不对啊，那个，哎，我问个事儿啊，你们昨天我们开宇宙飞船，我们昨天开宇宙飞船的时候，你们有谁去找到那张图了？有那你们看找到那张皱巴巴的图了没有？啊？找到那张皱巴巴的图了没有？不知道在哪里找，啊，经常皱巴巴，那行吧，哈哈哈。他们说经常皱巴巴，那你们今晚上想那个下播堂，你们想要什么？我今天没想好啊。车开太的，刚刚被逮了，一会儿再开车的话，我怕那个管理员都疯了。姐发一个，我没有，我没那图，我没图。你们想吃啥糖？不，直播间刚逮，又去开宇宙飞船，这不好啊。对啊，被逮了，被逮了，这个车就别开了。什么？那边也被逮了。我们看快本被逮正常啊，他们啥都没干也被逮吧，就那个我们看快本被逮，他们啥都没干也被逮啊。那啥都没干也被逮，真的是，这也太离谱了。对啊，说明是被举报的。有剧透吗？这两天蓝口罩，这两天就没剧透，就是，5月8以就是去年8月13到现在都没有剧透，对，都没剧透。我想一下啊，我想一下。哎，我好像想不出来要再发什么档哎。说一个温暖的，这都差不多了。
明天再说了，我想到就说好不好？你下播堂我想到就说了，也不是你每天都说的话，这剧透太多，算了，哎呀，每天都讲的话没那么多啊，你薅都薅搞，薅都薅完了。知道今天俊子的飞机图吗？知道了，知道了啊。行啦，我们就是我想到了再讲了，好不好？不然我都不记，我剧透完了，我想想看，我明天看讲什么，好不好？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就这样子了，好不好？爸爸，我明天得好好想一想要讲什么。对啊，以后下播堂隔个一天，隔个一两天讲一次呗，那不然那不然哪够好啊？嗯，好好好，拜拜，晚安晚安。对啊，以后隔个一两天，我想到了想到了什么再讲吧，不然不够你们薅。嗯，对，我被薅秃了，嗯。好好，拜拜，嗯，晚安晚安。拜拜拜拜，晚安，去睡觉了啊，嗯。